那是一战，没小哥同志，任中共光明县委委员、常委、副书记。这县长、书记也不能欺负人，是不是？没人愿意来我们这儿，光明县穷，排名靠后，还老张得跟人要。奶油厂数据造假，太离谱了，一共就11头牛，10大1小。 还有3头是黄牛，刷个黑白色，就敢当奶牛。上面来检查，就从村民家里借来凑。你知道网上报的数字是多少？800头，上亿产。这把中央巡视组的同志脸都气白了。你那个前任蒋新民，真是敢想敢干，都知道这数字有水分，都没他这胆量。他还觉得他这个县长。 被免了委屈，找巡视组同志做沟通。听说，你要说一点委屈都没有，这也不真实。你说这光明县，除了法兰厂也没什么能拿得上台面的产业，又赶上环保整治，你让他怎么办？再说这数据，从蒋新民到光明县的第一天，他就已经是这样。前几任都是这么报的，水分就是这么多，你让他怎么挤啊？ 真是掀开了撕破脸，就算你豁得出去，那兄弟们的提拔晋升之路，还有县委大院里上下辛苦干了1年的绩效工资，要不要？前面扔个烟头，烫到后面扔去。踩住了不敢动，疼了不敢说，咬难。第一粒扣子很重要，要是扣不好，早晚都要解开重新系。 早解开，总比晚解开强。反正这1个多亿的窟窿爆出来了，后面就没法瞒了。当然，这对你来说不是个事儿啊。你听说了吗？青山书记头发都熬白了，就等着市委派一个精兵强将去。整个光明县就等着你去上任呢。你早点吃吗？ 不吃了，挤的胃口挺好啊。事情再大，饭还要吃。来了，让您久等了，我上了个厕所。上车吧。哎，部长可等您好一会儿了，实在不好意思啊。 你不相信干部，还不相信法律吗？你不是天天讲法律吗？哎，李书记，哎，金先生，徐主任，姚书记，你怎么回事？你昨天说不都谈好了吗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来处理啊，我来处理。老邱啊，你不能这样啊！你自己不搬，你还不让别人搬。 我向大家保证啊，这个拆迁啊，绝对是个好事儿，而这次政策这么好，对吧？而且我不是跟大家都说过吗？你们要求都可以谈，啊？你干什么啊？你想把大家都忽悠搬了，剩下我一个人来逼我是吧？啊？人民群众是这么容易被骗的吗？大家都被信他的，他们是奸商，底线还早着呢，谁先签谁后悔。 郑大华，哎，昨天吃饭上主之前，这谭鲁的人是不是你？哎，别跑啊你！要吃个饭，你睡一觉起来就变卦了。笑哈，就想在书记面前给我上眼药是吧？行，那咱把这个事情说清楚，好吧？你们还想怎么样？没事，老韩家小。小孩，哎呀，这是干什么呀？这是。 喂，问清楚了，去市里了，我马上追回来。好，李连勇，一定要把人给我追回来啊！好，他们去市里了，东亮，对。
赶紧去把人拦回来，安安稳稳送回去，别再出问题。好。书记，新县长已经出发了。好。又怎么了？是李国春部长送他过来。胜利，嗯，你跟郑总呢在这儿，把事情处理好，别再出乱子。好，好，放心。好。邱书记，你们说，哎，不谈，坐坐，那不谈，聊一聊。咱们绕下九原吧。你就说咱们市里头的光明县这条路吧，在古时候县官上任呢，都讲究舍近求远，这都是老封建迷信了。走近路，在过去啊，这叫贬官出关。绕远路，进京赶考，瞎胡闹。共产党不讲迷信，只讲效率。哪条路更好走，就走哪条路。绕九原线路远，但是快，能节约一半的时间。咱们也就绕一下吧。好。其实这条路还好走一些。历来九原就比光明有钱，路也修得早。我小的时候跟着姥姥在鹿泉乡住到八岁，那个时候经常两边跑，每次上车之前都不敢吃得太饱，路太颠了。你也算半个这儿的人了。哎，我小时候知道的第一个成语就是破釜沉舟，老爷教我的。他告诉我，在光明县的县志里就写着。没错，成语的发源地。传说古时候啊，这一带都是水。古书记说，光明县也一样。破釜沉舟，背水一战。你也得把斧子凿子背好了。对，我们现在往市里走呢，三宝跟我在一块儿。你别废话了，你能打通我早打了吗？你别跟我耍花招，我告诉你，小点声。哎，好通知了吗？那个信访局跟交警那边，我都已经通知了。赶紧回报。他们知道消息，马上就会告诉人。啊，现在还没发现，给我拦回来。行，放心吧，知道。哎，好。哎，咱们一会儿不是没挂吗？好，得嘞，挂了。真行啊，你们啊！六七个人，一大早去上访，你们这些当干部的，没一个发现的。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是县长上任第一天啊，这个村主任不想干了，别牵累我。李书记，你别生气，这帮家伙实在是太狡猾了，太贼了，横竖是防不住啊。交头去县委。报道，谢谢。哎，好，我知道。
道你到哪儿了。啊啊，好。合作问题，有几个具体问题。找谁？不好意思，请问范大饼主任在？我想当面找您确认一下内容。小浩，你赶紧把这个复印一下，要拿给新县长看。行啊。行，没问题。哎，知道了，是是是，好的好的。不好意思，那……哎，常务。哎，我现在过来，我现在过来。好，好，好。哎，好。范主任今天很忙，你先坐那边吧。谢谢啊。书记，哎，刘部长，啊，大家都坐吧。经市委研究，报经省委组织部同意，梅小歌同志任中共光明县委委员、常委、副书记，提名为光明县人民政府县长候选人。另外，我代表市委啊，向咱们县的领导班子、全体同志，向广大的干部职工对于你们辛苦的付出，表示衷心的感谢。同时，向大家提出三点希望和要求：一。去哪儿啊？我找你半天，我跟你哪样啊？还这么斗气氛，你怎么不打个领带啊？你疯的都快改过人新县长了。今天不是开大会吗？早你也不说呀、啊。大会也分主角、配角啊。等你什么时候上台的时候，你再好好打扮。这还用人教？光明县是远近闻名的成语园地、法兰宝地和生态福地。接到调令的那一刻，我就把自己当成了光明人。我将把光明当成自己的家乡来建设，尽心竭力服务光明人民，服务光明发展，绝不辜负市委市政府的重托和全县人民的期望。使命如山，行胜于言。我将以实际行动践行今天的诺言，坚信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，在以吕青山书记为班长的县委带领下，在全县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，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，不辜负市委、市政府和全县人民的期望。你就往前翻翻，你看看啊，我们每年的这个利润不在100多万呀？是。这个账，之前你给他们看过吗？哪敢呀！那上回来的也不知道什么人，我这要拿出来，还不得给我们撕烂了？现在这个打油的人还这么多？那是因为我们的油好。我们油纯。吕书记，左邻右舍你去打听打听，我们也不贪心，对吧？多了我们也不要。按照标准补偿是政策，我们就要求按照实际利润的补偿标准。对。这原料是哪进的？从农户家收的，利润太稳定了。花生每年的进价都没有波动。
这个去年旱，大前年涝，对，花生这个价格呢起落还挺大的，但你们这个油价很稳定啊，怎么不好意思给街坊四邻涨价钱？还是你们这个原材料有什么替代品？用的胡麻油，还是菜籽油？咱光明县好像没有玉米油吧？嗯，没有。难怪利润这么高啊！老范，找时间你也教教我，等退休了我也开个油坊。我公公婆婆在这忙活了一辈子了，这县城里哪家哪户啊没吃过我们家油？谁家锅里没放我们家油？反正账本都在这放着呢，对吧？我们也没贪心，多了也没要啊。这县长书记也不能欺负人，是不是？行，这个道理呢，我都说了。哎，你们的诉求呢，我们也都清楚了。这个账，你们拿回去再捋一捋，好吧？你们心里的账呢，肯定比我们清楚。今天就这样啊。满意了？你不说话呀？这边啊，看起来都是妇女当家。这样啊，让艾书记组织一些女干部来吧。哎，这个主意好。书记，是不是让税务部门核对一下他的缴税情况？哎，好，那我问一下啊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县长，刚才打电话的这个郑三啊，是咱们县里的一个企业家，咱这一片的这个拆迁还有这个商业计划都是他来做的，他有一些跟政府对接的工作，想给您当面汇报一下。我知道他，马市长提过。啊，咱县里的支柱企业是他的吧？对，东亚兴能源集团水手大户。可以啊，回头找个时间。他现在正好在咱们大院里，他想看您时间方便不方便。既然都这么正好了，还有什么不方便的？啊，那行，那我告诉他。月底能完工吗？乔市长，您放心，肯定能。
这工期虽然紧啊，安全生产还是要注意，每个工人背后都是一大家子呢啊。好好好，乔市长放心。去宿舍看看。喂，喂，县长，油房的房子塌了，人被砸进去了。好，我马上过来。人伤的不重吧？吴院长，皮外伤。我刚才李书记来过了，我让他回去休息。你扶好你爸，轻点，轻点。怎么样？有必要去医院吗？还在检查，现在问题不大。现场在里边呢。慢点，慢点，啊！穿上钢丝，膨胀螺丝一打，一拽就倒了。好在人伤得不重，不过我觉得也挺好，省着我们派人来拆了。就是想多扩点面积，多要点钱。是。我看看，我看看伤哪了？老邱，老邱啊！你看，老邱啊！你呀。你就是不听我的，啊？麻烦了吧？你这么搞有用吗？我们要跟政府讲道理。你这个自建房，一没资质，二没手续，违法的。你说什么他都是违法的。来来来，让一下。这样越搞越乱，我们有理都变成没理了。县长，我来了，没事吧？你好，新来的领导吧？这么晚把他叫来，职位不低啊。这是咱们县里新来的梅县长。哎，不对不对，按照程序，提名光明县人民政府县长的应该叫戴县长，称呼准确的讲应该叫梅副书记。正式任免也没有经过法律程序通过，你不好随便宣布的。确实，还是老同志一丝不苟。啊，哎，县长，咱要不要去那边看看？我觉得那边电线啊，他那个线路上有隐患。哎，他一个榨油的。懂什么隐患呢？这分明是你们应急管理部门检查工作不仔细造成的隐患。老同志，您知道应急管理部门具体管什么事儿吗？梅副书记的口才比你的上一任强啊，但是你为老百姓办事的能力怎么样，我还得看一看。确实要学习，有机会向您请教。哎，乔书记，嗯。检查过了，怎么样？皮外伤，就是脚肿了，就是肿，其他没事，歇两天就行。哎呦，谁说没事啊？万一骨头断了怎么办？你又没有带那个拍片子的机器啊？邱书记，要不带他去拍个片？你要是不怕吃亏，回头买些胃药去一趟。好，明天我就办。去医院，要去的，要去的。哎呀，赶紧起来啊！我起得来吗？走啊！不是断了，我这是脚断了。赶紧赶紧扶一把，扶一把。腿都断了啊！啊，衣服衣服衣服拿去。你给我了，你不用去了。我，哎呀妈呀！慢点慢点啊！你扶好你爸。哎呦，这个梅副书记，只要你不像你的前任蒋新民一样被撤被免。以后咱们两个打交道的机会有的是，回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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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走了走了走了，回去睡觉。哪老邱？这老邱就这么个人，别往心里去啊，县长。不瞒你说，最怕半夜听到电话铃响，头皮都发麻，铃声一响准是出了大事。咱们光明县呀。再也经不起任何一件负面新闻了。拆迁在哪儿都难，现在看还算顺利，已经不容易了。也不能怪老百姓，早要求他们往远处看，凭什么？
换了我得先看看眼前的东西。拆迁钉子户没法避免，关键是引导。那个老邱挺神的啊。哼，县里边的资深上访户，随时口袋里边搁个录音笔。县里边四套班子他全熟，历届的县领导呢也都认识他。我听说都叫他民间纪检委。当年老房子塌了，给他换了个新的，不满意，一直闹到现在，光去北京上访就去了十几次。哎，前两天啊，不知道从哪儿，他还搞了一个省纪委书记的手机号码。真的假的？都不敢问。我就托了个熟人，省里边一个省委的副秘书长，打听了一下，还真是这个书记的手机，说出去都没人相信，跟开玩笑似的。啊，那乔胜利跟他沟通一定不顺利吧？顺利了，反而不正常。嗯，到了，带你尝尝光明县的老字号。这家店呀，比咱俩岁数都要大。啊，早饭不回去吃了。啊，我知道，我自己搞。啊，我知道啊。不是我的意思，讲什么呢？就是你男孩子在一起嘛，你推一下，磕个包，撞一下，这不是正常的吗？学校的规章制度啊，我们总得去。哎，你班主任你就处理完了，你尊重一下别人的意见嘛。好，你好，我可以去，我无所谓。对，我跟他去讲，我就问你一个问题。那我今天去找人家聊了，聊完以后，班主任以后给孩子穿小鞋，你愿意吗？那到时候呢，喂。大点事情，你来之前肯定也了解了这边的情况，从富裕县过来肯定得受点委屈，你要醋吗？啊，谢谢。哎，好好好好。上个星期卫生局呢做了个总结，搞了个调查，说咱们这儿心脑血管的病人比较多，主要是因为这饭菜太咸了。你有没有发现个规律啊？但凡口味比较重的地方，相对就比较穷；那些吃的比较清淡的地方呢，日子就好过很多。嗯。来之前听了光明不少版本吧？啊。省市各厅局处都喜欢去九原县，没人愿意来我们这儿。光明县穷，排名靠后，还老张嘴跟人要。也有不靠谱的传言，说财政快拖不动了。就像踩了一辆独轮车，手里呢还扔着六七个小球。本来工业就不强，前些时候还被省里查了典型，停产、整改、财政、税收。反正一个球都不能落到地上，拆迁越早能完成，经济就能越早转起来。快活一盘棋，刚刚这才是拆迁，还有平坟，看着吧，后面麻烦呀，肯定是一个接着一个。这个是税务局截止到今天的最新数据，你们家五年内的纳税记录，说句实话啊，很多数字对不上。当然，我不相信你们是恶意的偷税漏税，但是这个漏税啊，是要补交的。那补交的话，就按照刚才说的，120万。当然还有滞纳金啊。这个补交税款有个截止日期，如果超出的话。也是个麻烦事儿，那好好看看，仔细看看，看看跟我刚才说的有没有出入。有什么就直说吧。那个，嗨，艾书记，我跟您实话实说哈，不是我要撒谎，
就我们家老樊，你说他非让我这么说，你说我一个女同志，我这也不行，我得听他的，是不是？理解理解。我们没有那么多利润。肯定是不服气啊！你有时间你去翻一下这里的各种报表，平均每一天就要一张。年度的那个防火工作报告，前后一共修改了十几遍啊！你最后因为一个什么？因为一个什么叫格式标准不对，这就要问责了。主任，您也是从基层干出来的，你说这种事情，你说哪个能服气呢？我现在不想讲这个什么处分的事情，我就想给我这个镇里的兄弟姐妹喊个冤。乔书记，今年是要搞这个省级示范镇的，你看最后你看，整个这帮人除了感冒发烧，没有一个睡过整觉的，真的，举全镇之力四面开花，哎，搞得这真的很好，99%的工作做的都是没得话讲。最后呢，因为一个。什么全县的这个重点工作落了后，把我们这个排名考核就给弄到全县倒数第四了，差一分就是倒数第三啊，哥哥，不能这样搞的。这个往里放。真的，我跟你讲，不能这样搞的。那你这个处分，你就绝对不能给这个分管副镇长，你要给我，要不然我工作没办法，没办法搞。你就给我，你给我没关系的。我反正习惯了，一把手是肯定要挨打的，你不要打的要害部位。你不打死就行了。好，主任，我一会儿给你打过去啊。怎么中午？你来干什么？有什么一台钥匙？我跟你讲，你每次就是你出门的时候，你摸一下钥匙、手机，这很难。哦。哎，行行。他说送来干什么？我又不是晚上不回去了。你这高血压现在不好好治，那以后就是个脑血栓。行。你自己不怕，但别害得儿子和闺女以后还得伺候你们。啊，我知道。你，哎，你送药你不送个水啊？这担心了，我这几天没回家了。理解。哎，哦，行。你怎么歇了？搬。书记，搬完了。哦，搬完了啊、哦，好，辛苦。那搬完了，今天就这样吧。那边什么情况？那几个大卡车啊，都超载了。啊、哦，你该处理。好嘞。好嘞，我想看一下近十年所有的经济数据，包括出问题的那些，都拿来吧。行，没问题。县长，哎，主任，有几个上访的。上访的找信访局按程序走，怎么一来就找县长啊？这郝局长他在外头了，就这回上访的吧，有点不一样，都是县医院的大夫。